让他有张是上天空之类的，他就我在天空那种感觉，空灵，空啊，有吧？空有多空，对不对？现在时间呢？目前时间是16:41。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唱一首《望春风》，你觉得如何？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云平的版本。我应该只喜欢你的版本，好坏？谢谢。非常的好听啊！我们云平的这个吉他是出神入化，待会大家就可以听到他的这个。可以了，够够，可以了。待会就可以听到巧思，来听一看这首非常特别的歌曲。Thank you.
车吗？并没有，但他好厉害哦，超喜欢的，超喜欢的。那个，就我要解释一下，因为这首歌在专辑里头，赶快，不然卖不掉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好，就是想要说让汪春风有当时他在创作的时候背景，他的转位，所以我想要像太现代，所以就想说回归到他原来。对，有没有觉得我们衣服都变这个破破的，然后这个比较破，这个古装有没有变成这样古早味的感觉？大概这种，然后呈现这样古早味。对，在转身这张专辑中收录。对，听到就想喝酸梅汤的。觉得很非常非常棒，我非常喜欢他的这个版本。那么我们要回到现代哦。好，现代。不爵士。可以。我随便点。来。Change the world. G. Eric Clapton. 你看，看吉他之神的歌，只要机会弹。Sure. 好，哦对，没有。他说，他觉得 Prince Eric Clapton 觉得 Prince 的压力比其他更好。很开心的。我有唱来刻在你心里的名字，那个是吗？是。